说啊，这个鬼浇面的辣和鲱鱼罐头的臭都是珠穆朗玛峰级别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对面说一段咒语，然后就没有那么辣了。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帽子也是没有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帽子可以防辣。对，帽子防辣，就像你穿上三级头之后，你的防御指数会提高。那你戴上帽子之后，你的人体防御力就会提升。这是我第一次吃，哎呀，我把盖子给，哎呀，放了。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开那个上次那个汽水也用牙。是黑色的吗？很魔鬼啊，这个面是黑色的。你把这个弄破了，等着怎么泡啊？不是，这样就不会太入味。有点发霉的味道。什么？这是辣椒的程度。对对对对对。最顶级辣椒中的战斗机。咖喱，这些都排得很下面。可以了可以了，你别挤得这么干净啊。我可是整袋都放上去了啊，嗯，闻起来很香，但是而且有炸鸡腿的味道。吃完我会不会那交警说你吹一下哦，辣椒过度，辣椒指数含量超标，快点吃下去。啊，好好吃啊！真的吗？真的好吃啊！好吃，一口放进去，好好吃。哦。我们一人挑战一口，吃了不喝水。好，我这么多，我先来了。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啊？我先骂我。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？不要嚼，直接吞。不是，你们要看我这个。眼泪水也拉出来了，我腮红都不用上了，这人面色红润有光泽，太狠了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这样。尽量不要让它碰到你的舌头，然后我刚刚直接嚼，不碰到舌头的嚼，然后把它吞下去，我没事。你们看看小薇的眼泪水，都你给大家看看你的泪水，哎呀，放大一点点，她马上要哭出来，看。我们这个应该要给他们分享一下吧。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谁先第一个冲出来啊！你看我们一出来，他们会离开吗？他们没带路牌。哈哎，你们会不开啦！哎呀，看你看这个找水喝。哎呀，刚刚装的很像的样子。这两说不辣的。看那个也在喝，没看那个也在喝。一个个能装。